这次手册我最喜欢的皮肤就是手上这把巨浪的热能防护，从造型再到配色，我觉得把控的都很到位。关键最重要的是不用去干，买完手册就直接送了。而且单从设计方面来看，这把枪有点之前 AK-17 绝境斗士的那种意思了。不过相比117要刻意去营造一个飞机的造型，这次的几何排布我觉得更好看一些。下面就不说废话了，大家欣赏皮肤。